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小马宝莉的玩具。这辆是小马宝莉的魔法巴士，按下巴士尾翼，魔法翅膀就展开了。先收起来。接着我们来把巴士车厢打开，好漂亮啊！这是莉莉，这是小易，这是英奇，这是琪琪，这是西月，有一个冰箱，放这里。西月过来啦，坐在沙发上，摆好桌子，吃个蛋糕。一个滑梯装在这里，英奇来滑滑梯，真好玩。摆好桌子，一张椅子，还有一张。小易坐右边，莉莉坐左边，吃点下午茶吧。这里摆个帐篷、架子，还有火把。琪琪要来露营，到帐篷里休息会儿吧。英奇要睡觉了，还有小易，还有西月，还有莉莉。哎呀，莉莉要小心点，躺好休息吧。合上魔法巴士。西月来开车，小马宝莉要回家喽。